阿九又在顶着大太阳给你们来找玩水的地方啊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安吉张村的南溪，然后这里认准这个长林公交站，在这里呢就有一个水坝可以玩水啊，甚至车还可以开下去。你们是不是最喜欢这种地方了？好了，说到这里，你们是不是应该点赞转发关注了？好了好了，玩水开始，玩水开始。阿九还撸过裤脚，耶！他好多小鱼啊，这里。别掉下去啊！哦，那边深吗？有点深的，别说你还真别说，这儿真的有点深。哦，我要淹死的。啊！阿九疯了。怎么了？好酷！这里水应该都蛮深的。嗯。后面水大。如果有浪花出来。哦，要被冲走了，要被冲走了。我这里水流好大。对，这里是最宽级的，就中间的部分。你差别攻击。你的把水枪也是的。啊？你的把水枪也是的，我靠，没一个准头的。南溪两侧车辆都可以开下来啊、哦，然后，不过这边好像是小村，然后这里有下面有很多岩石，可以到下面去抓抓小鱼，然后上面这片就是水流会比较平缓的，坝的上面我觉得可以玩桨板什么的，但大家玩水一定要注意安全。